会务报告，请主席主持。那会务报告，请我们的秘书来做会务报告，请秘书请。各位，In Table 的各位先进师兄，各位先进师友，大家好。好，秘书报告哈。刚我已经在李监事会的时候已经报告过一次了。那我有刚有些人没有来，我现在再把这个一个重点跟各位讲一下，就是12月4号是我们谢清峰师兄娶媳妇的这个喜宴哈。好，那以上简单报告哈，谢谢。谢谢陈秘书。那继续下一个议程。财务报告，请主席主持。财务报告，请我们的杨惠苗杨财务来为大家做详细的报告。王主席，还有我们各位，还有我们，总会的两位贵宾，各位前会长，还有陕山的副会长，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大家好。财务来说，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收支的，做个简单报告。我们是大象练林下，其他的细节，我们请各位师兄自行参阅。首先呢，我们在会费收支部分我们到目前为止，到10月底是272万4千元整啊。最近这几天陆续好几位师兄都来缴纳了。那我们剩下极少数的师兄，我们都有个别来联络请各位还没缴纳能够尽速缴纳，以利我们会务推动。那在捐款部分，我们是编列10万块配长的捐款哈，还有呢副会长也是10万块，那前会长捐款是15万，我们上届结余是78337块，我们那个奖学金有50万，就是上届我们上届的会务的结余款专款专用的。热捐部分，我们原编是118万1663元，我们到10月底是累计收支是101万7770元整，那到10月底应该是106万7770元整啊，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指定的专款专用的捐款的热捐。实际上我们原都跟我们连编的热捐还有差38万块哈，38万左右。那我们请各位师兄能够踊跃捐书，以利我们那个社会服务的推动。在新会员入会部分，我们是今年编列了一位新的师兄他的入会费还有汇款基金都已经缴纳完毕哈。其他收入是有86874元，那总计我们到收入部分到10月底是486万6981元整那在收入部分我们到10月底是支出了206万8629元整详细情况我们请各位自行参阅，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各位随时可以来指教，我会跟各位做个详细的报告，谢谢。谢谢我们的财务杨惠苗，我们的杨师兄的报告，这么详细的报告。那接下来一个议程，继续下一个。Could not accept and pretend.Oh